今天啊，给老铁们出一个撒网的教学视频。一开始呢，这个圈呢稍微小一点，最后一圈可以适当大一点，手捏的位置要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。然后开兜枚的时候，离地30公分和自己膝盖差不多的地方，并排拿起两个兜，放到左手大拇指的位置给它压住。压住以后呢，开始剪，剪的时候啊，身体呢稍微倾斜，也是离地30公分。把这个网线捏在虎口里面，带一点倾斜角的扇面往上剪，剪到最后啊，剩下1到2个兜都是用左手的中指离地20公分勾起一个兜，放到左手的内侧给它捏住。这个时候呢，网一边紧放松，下面啊开始劈网了啊，看到啊，离着离开地面，手腕轻轻一翻，一定要把这个坠子呢剪得全部露在外边，带一点倾斜角的扇面。撒的时候两脚站稳，下腹一摆，轻轻松松一撒，这个网的话就撒开了啊。